3.0 神眼怎么打？我操，都没出，你叫我怎么打啊？我穿越到未来去给你打。内鬼爆料了，有 3.0 有古岩龙息。好，内鬼爆料 3.0 有古岩龙息，我现在就能打吗？他爆料就爆料啊，我能打吗？我现在就能拿出来打给你看是吧？时装祭礼枪，新圣遗物。我不看内鬼，我不知道新圣遗物是什么。进的是惹陀，不是龙息。好啊，进惹陀，瞎编，瞎编好啊，瞎编。有人瞎编60那个周本 boss 进深渊。这不是在讽刺内鬼吗？内鬼消息到处乱传，哎，这时候我们也乱传一下吧，好吧，我们乱传惹陀进深渊。我们说内鬼说惹陀进深渊，把锅全部堆给内鬼就完事了。然后他说不可能，然后你就装傻，你就说内鬼说的呀，我不知道，不就行了吗？把锅推给内鬼就没错的。你可以说是2-3上半惹陀，下半雷神。然后你说哇操，你在说勾吧，怎么可能，你就说内鬼说的，我不知道啊。然后说 3.0 要出祭礼枪五星武器，你说怎么可能，哎，然后你就把锅推给内鬼，内鬼说的我不知道，困住内鬼达到迷乱。这样就有些人可能从一开始的完全不信变成我靠内鬼说的呀，好像可以观望一下。好难毕业，不会啊，圣境螺旋打满了不就毕业了吗？打满了配置要求很低的，你单是圣境螺旋的话配置要求真的很低的，追求极限啊，追求极限。那我跟你说这游戏极限可远不止你想的这样，比如说啊，爆伤的副词条极限是46啊，46爆伤，暴击的副词条极限是23.4 23.4 暴击和46爆伤的理论出货率，听数据地计算说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，我觉得你差不多70-80岁的时候啊，如果出货了记得告诉我一声啊，我 B 站账号是不会消失的，你记得来私信我一下，哪怕是 ICU 住着也要告诉我啊。我没听到你的那个46爆伤和23暴击的这个副词条的这个圣遗物，我用他喵的脑机我都吊着，我在等你，我一直在等你，在这个 B 站账号，哪怕我人不在了，你发在我这个 B 站账号上私信嘛，点开我头像，点开私信，哎，这个账号就代表我啊，代表我还活着的这些痕迹和证据都在这里，为什么转身都出来，哎呀，什么跨世恋人，拿个通灵盒过来问我你在哪，我操，基本都抽练了，无聊想花钱没用抽没用的主席怎么办？无聊想花钱抽没用，别抽主席了，抽我老板。为什么萧要用砂糖？砂糖的 E 能放3次，有一命的加祭礼残浆的 E 能放3次，一次能出4个能量球，放3次就是12个能量球，瞬间青春萧，好吧，瞬间青春萧是萧最好的充电宝，平民最好的充电宝。你看到没有，萧从没有能量直接充满，看到了吧，这不是很早的教学我就教过的吗？狗屁，又不爱看教学又搁那问、啊、你老盯着那减抗干什么，砂糖跟配萧没有减抗，那鬼不知道啊，那充能作用大的去了，就一嘴脸。我也不能问，问点高端的问题好不好，这太基础的问题，比如说神里袜子和心寒白丝哪个甜，哎，这种就叫高端的问题。哎，叶兰有狐臭吗？我有，你要不要闻闻？叶兰二次元闻不到啊，你得去那个压路机给他压一下，你才能去闻二次元的这个。我是三次元，可以闻到我的，好吧。中分不见，有中分是吧？哎，你们要的中分，好，非常有精神。